师父今天给你们讲的无所谓，另外一个理解就是大无畏。大无畏就是把什么都看穿了，放下了，什么都无所谓了，还有什么可以牵挂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师父说，如果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，那就没烦恼了。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无所谓无烦恼呢？师父还说，而这一切都是无自性的，无自性就是没有本性本源，佛法称为无性，因为这一切都是无性的，根本不存在的，都是空的。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2016年，因为我的女儿和女婿闹离婚，我听通灵人说是女婿身上有灵性，我就想让通灵人把身上的灵性劝走。可是我接触通灵人后，感觉神情恍惚，被人下降头，好像有一种力量在拉我，让我去死。可是我不想死，我就和这个念头抗争着，我要好好的活着，不能去死。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我怎能舍得我的家人呢？我要好好的活着。后来接触到了心灵法门，是菩萨妈妈救了我，念了20多张小房子就不想自杀了，是观世音菩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还有就是我的弟弟7年没有和家联系，家人都以为他不在人世了，妈妈天天哭念叨着，我心里也很痛苦，去哪里找呢？去派出所查也没查到，我就为他念了50多张小房子。在观世音菩萨保佑下，我弟弟在6月19那天回来了，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，我们家团聚了。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学佛吃素念经放生10多年了，全家各方面发生了很大改变，家人通过放生，爸妈身体得到很大改变，我自己遗传性的便秘无法医治，经常好多天都不解大便，饭量很小，身体不断长胖，经过努力念小房子，现在恢复了正常。儿子也遗传肠胃不好，也是便秘，孩子因便秘个子又小又瘦，还好孩子听话，自己有空念小房子，有空就放生。孩子严重遗传性便秘慢慢也恢复了正常。没学佛前，我对女儿那是又恨又爱，怎么看都不顺眼，经常对女儿发无名火，动不动对她骂。通过一直坚持念姐姐咒，念礼佛大忏悔文小房子，现在完全没有过去那种对孩子的憎恨，看不顺眼，也学会了在孩子面前忍辱。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感恩同修的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，感恩东方台师兄们。师兄们好，心灵法门真实不虚，小房子无比灵验。最近搬家了，打算去新家设一个大一些的佛台。去新家一般都是要送小房子的，因为最近许愿的小房子比较多，我就没有给房子要经者念诵，自己也没多想。搬到新家大概1周左右，家里厨房水池堵塞了，这个堵塞很突然，一点征兆都没有。平时我自己很爱干净，家里几乎每天都打扫卫生，水池也格外注意，有垃圾及时拿出来倒掉，不流进下水道。水池堵塞了，我没多想，买了宣传效果很好的管道疏通剂，通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。自己偶然听到了师父的录音说，家里水管堵塞，有可能有房子要经者。当时听了，就抓紧给房子的要经者送了7张，送完之后稍微好一点，但是还没有完全通。于是昨天许愿初一再送7张，很神奇，初一早上就发现水管完全通了。等天亮了，8点到了，赶紧把许愿的7张送掉，小房子效果非常好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
我外孙女从2019年5月月经初潮后8月开始经不调，甚至停经，2020年曾到医院妇科吃了一段时间黄体酮，但一旦停药就停经，考虑药物副作用，我们停药寻求中医食疗等方法。我2022年9月开始专门为外孙女的月事许愿念经放生，外孙女没时间念经做功课，我每天给她做功课，每个月放生，已经放生了2100条鱼，送小房子430张，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让我外孙女月事正常。2023年11月外孙女月事恢复，真的太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了，感恩师父把这么殊胜的心灵法门带到人间，我一定要好好学佛修心，弘法度人，报佛恩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。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，新年师父开示集锦。春节念经的问题，年初一凌晨在医院最好念大悲咒，选自2020年1月24日悬疑问答。师父您开示过医院的气场不好，灵性很多，不要念心经，那么年三十晚上年初一因为菩萨非常多，在医院的话就是晚上的话可以念心经往生咒和多念礼佛大忏悔文吗？像礼佛大忏悔文像这种晚上最好还是念大悲咒。嗯，就是年三十晚上年初一的时候，因为可能有的师兄他们会在医院里面，然后就想问，就是因为这个上头香的时间嘛，还是要多念大悲咒是吗？心经往生咒最好还是不要念？ 对， 对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。无自信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，如果不是从内心发出来的，就不是本性的东西，就是空洞的无自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学佛人。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